了。你们要是敢打小报告，我就让你们杀。终于等到你了，胆小鬼，去把那钱收了。道理并不能让人怕你。哟，小智啊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吧？师傅，苹果的小智，对啊，最近很多家长反映我们学校出现了欺凌暴力事件，严重影响了我们学校的风气。没有，校长，我都是开玩笑的。敢狡辩，礼教不改。我们学校绝不允许校园霸凌发生，如有发现必会严惩，回去把你们家长给我叫过来。不要了，校长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小智，你别误会，我们是清白的，什么都没有发生。我不信。你不信就算了，你看看你自己，配得上吗？程序员996，你有钱吗？你有时间吗？其实我是有钱人。有钱人的烦恼你们都不懂。就是花了个马甲了，算了，原来是董事长，我错了，林青霞，我是个弟，你到底有大量，算了算了。你怎么这么没有骨气啊？丢人现眼的。这你朋友对吧？走，我们去吃饭好吗？把手放开！是你男朋友啊？不是我男朋友，又丑又脏。长成这样，能不能不要出来吓人？回家照照镜子好不好？啊？你走吧，你是谁啊？滚回家去煮年饭去。I'm a broken home. I gave you all the bricks that I own and know. I'm letting go. I'm breaking these walls. 因为你根本不懂得珍惜一个人，我这么活生生的一个人。Find a home, but if you wanna travel, then go alone. Yeah, what's the point in us if I never know? Yeah, if you're gonna leave, I'ma let you go. I'm tired of pain. 你先开始，你可不用来了，都是东西。
认清你，我迟到了。那你放哪的车？能让你说话了吗？快，放车！放车！经理，我敬什么礼？让你给我坐。以后公司不可以吃零食，不可以上厕所。待会儿志总要来视察，你们的工资全部都说八千，不是五千吗？能让你说话吗？不想干你给我走，走就走。规矩是让我们更好的工作，而不是限制员工。走可以，但以后别想混这一行。我有人脉了，人脉不是这样用的。能让你说话吗？你算哪根葱啊？啊！把身份证给我拿出来，我看一下你算哪根葱。蔡总，相信我，他真的是个渣男。因为我玩不玩？可是我都是为你